成绩公布，很开心自己能够拿到20名。当时听到的时候，真的有种很惊讶的感觉。我知道大家为我投票，每天都很辛苦，然后也有省钱来为我投票。我希望我能对得起你们的努力，然后即使这一次速报得了这样的好名次，但自己也不能松懈，要更加努力，我们一起肩并肩走下去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 GNZ48 Team G 的陈雨琦。那么在第三届比翼齐飞总决选的速报中呢，我获得了第31名的好成绩。然后其实获得了这个好成绩呢，我的刚宣布第31名的时候，其实挺兴奋又激动。刚开始迟迟没有报到我们 GNZ48， 然后突然一句 GNZ48 Team G。陈雨琦，好，然后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，可以说是忐忑吧，就又高兴呢，又有点心里有点难受，因为一直想成为一名大家值得被大家喜欢的偶像，然后被大家所认可的偶像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路上呢，我会更加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Thank you.